庄子名周，战国时代宋国人，那是一个强凌弱、众暴寡、离乱痛苦的时代。现实世界的痛苦是一个无底的陷阱。丘垄黄土下的贤者，是伟大还是渺小？庄子的视线从此自人世移开，他所纵观的乃是无穷的时空。庄子认为，人必须自觉人的存在，不要从他人而画出自己，不要从过去和未来画出现在，不要从无价值画出价值，不要从无限画出有限，不要从死亡画出生存，这样才能超越束缚而得到自由。庄子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，是把生命放入无限的时间空间去体验的哲学。人世的生活在庄子看来是无生命的秩序，庄子所要追求的却是有生命的无秩序。